兩位好啊，偉霆生日快樂啊！今年喺香港過生日，覺得個感覺點樣？非常之開心。點解呢？就是因為我可以跟我媽過，我跟我媽同月同日生，咁我生日又是我媽生日，又是我嫂的生日，又是我姨的生日，所以今天是四個一起過。因為之前通常我生日的時候都是可能在內地啊拍緊嘢啊，咁但係今次咁啱喺香港拍嘢咧，咁我媽好開心，佢一間過嚟探班咯，咁啊可以陪佢切蛋糕，嘴佢一啖。咁所以佢都好開心，好多 fans， 開心，好多 fans 即係簇擁你去祝福你生日。係啊，生日啊嘛，我覺得好澎湃喎，感覺都開心嘅，咁多人祝我身體健康。我話親啊，多咁多人上船嗰時，你話邊度啊？喺上船嗰時好多 fans 嘅，係係啊，群啊，都還好，都還好，都還可以，都算守秩序嘅。咁咁快過嚟，快過嚟。乜嘢？啱啱上船嘅時候會唔會好多粉絲咁樣樣包圍住你哋？冇錯，啊落船嘅時候。咁呢啲就係偉霆證明到佢喺內地打拼咗咁多年嘅成果咁咯。唔係有啲人揾你合照嘅都有。咁啊，合照經常都有嘅。兩位今次一齊合作啦，覺得係個關係點樣？覺得係好合作上嚟咧，係會唔會好快就駕輕就熟？咁我覺得阿偉霆今次即係火拍啊，林超然啊，我啊，大家又喺香港度，喺香港度拍攝咧，我覺得偉霆生猛咗好多咁樣，即係當然佢以前嘅嘢我又唔係睇咗好多，但係即係佢見佢喺啊過往嘅演出咧，好似冇今次即係呢個company 咁樣去。令佢覺得好似佢個自信心好似都大啲咁樣，我覺得好似係咪咧？係，係嘛？係啊，係啊。係咪因為偉霆都好想同嘉賓合作好耐啦？呢個絕對係啦。呢個首先係即係火拍，你話咁多年冇翻香港拍嘅時候，翻嚟拍，如果係同阿嘉輝哥再加阿 Lam 度，咁佢哋帶我去一個正確嘅軌道啊嘛。即係頭先就係同阿嘉，即係唔係話你。翻嚟拍就得噶啦，唔係咁嘅意思喎。咁你都要係好多前輩嘅身上，佢哋肯過啲料俾你，或者去提醒你，你應該去點做。咁喺個過程當中，我係得著咗好多。咁而拍呢套戲，其實我之前成日講好似重生嘅感覺、就是，就係哇，原來拍戲係可以癲到咁樣，即係嗰種投入嘅狀態，大家成隊 crew 唔止演員係可以咁樣去拍一套咁嘅。咁所以令到，所以嘉輝哥可能講生猛人咁嘅意思，興奮啊，簡直拍完殺青嗰日都係好興奮。今次睇預告啦，見到好多場面都係好震撼啦，係咪啲動作戲都會唔會都可能好近咁樣樣啦？唔係咁，我覺得林超然出品嘅，尤其是即係佢冇拍咁耐呢一種港式嘅動作片咧，佢自己谷埋都，我諗都好辛苦啊。今次即係有一個俾佢發泄嘅渠道咧，咁佢都係盡情咁去，即係食翻餐咁樣咯。但係你自己覺得點樣先？嘉輝哥，我覺得都比起佢即係早幾年，即係呢幾年嘅作品嚟講咧，咁呢一個嘅戲嘅動作咧，就偏向即係地啲啊，即係唔係話好軍事化咁樣，即係我哋都係一班人肉搏啊。槍戰啊，即係都街頭追逐啊，即係呢啲都有好多咯。咁而呢啲亦都正正係林超然過往喺香港電影作品裏邊好強嘅一環嚟噶嘛。咁所以谷埋今次咪一鋪咁樣又推出嚟咁樣。咁除咗個動作之外啦，見到你哋預告嘅時候，你哋個心理狀況都變得好多嘅喎，即係角色裏邊啊，係咪都好大挑戰？是所謂的爆裂點就是每一個角色都有一個自己的臨界點，即是遇到你要爆的時候你究竟爆不爆呢？即是個社會又或者是你發生的劇情逼到你推到去那個位置，那你爆不爆呢？所以其實每一個角色都有它的爆裂點，這套戲，所以我自己覺得我就很近了，即是吃到很飽的了，都近了。內心戲呢，其實
就係第一日拍就又係咁咯，因為我第一日拍就入唔到狀態，咁就結果要阿家輝哥或者導演入到，都未揾得好清楚嘅個角色，未揾得好清楚嘅。我就即係一路拍，我一路覺得我幾想演你個角色喎。因為佢的角色都很豐富，因為即係佢嗰個好勝啊，嗰、那個心態啊，即、就、係、是、對自己唔衰得啊咁樣，嗰啲喺個戲裏邊，即、就、係、是、變咗一個啊好大空間發揮嘅一個角色。咁而你一路你睇到喺戲裏邊，佢都係即係佢唔係亦正亦邪嘅啫，佢啊不嬲都係正嗰邊嘅。咁但係好似推到佢亦正亦邪。即係嗰啲，即係學佢頭先講戲裏邊嘅，其實每一個角色都有一個，即係你爆唔爆嘅點咁樣。誒、亦都係呼應翻個戲咁。嗯。咁啊，嘉輝哥有冇發過有一下話，唉，真係頂唔順啦，咁辛苦咁係啦。有一場阿 William 冇嘅，就係我哋開工冇耐就係最熱嗰個時候啦，就喺和合石咯。哦。咁喺和合石唔係拜山喎。在和合石大打喎，即係感覺到好似係面臨死亡咁啊！我覺得，即係應該係打，仲要打咗三日啦，好似。我有嚟探班嘅。係啊係啊！我嚟探班見到阿 Sean 咧，落山嘅時候唞唞啦，嘔喎！我嚟係中暑嘔。喂嗱，講開阿 Sean 咧，我都要講少少喎，真係。係。佢咧真係夠義氣嘅，即係其實即係我都年紀唔細啦，咁佢年紀都唔細其實。今日我哋喺馬來西亞拍，打咗好多日，打咗我唔知幾多日，一個禮拜喺個山洞裏邊打到都人似人咁樣噶啦。咁就接下一個景咧，又已經去到另一個山洞好惡劣嘅情況。咁嗰個武指就話：誒係點啊？呢度咁啊？呢度咧，而家你哋打到嗰度接落嚟呢度咧，有個人首先喺個鏡頭後邊衝過喺個地下度搭落去先咁樣。咁嗰陣時，我同阿 Sean 已經係去到差唔多極點噶啦，都咁啊！但係阿武子一講呢、這個，有個人衝埋去打你，打你度先咁樣，第二個衝入去打啦咁樣。咁一講嗰陣，阿 Sean 望一望我，我嚟啊！佢嗰陣望嗰個，喂佢，因為即係大家都感受到，大家都好辛苦。即係既然武子開出一個咁嘅要求，咁佢覺得佢又可能唔知敬老定係尊敬我，定係覺得佢仲有好多體力啦。即係無論點都好啦，喺嗰剎那咧，雖然我都嚟唔切，即係我嚟唔切話研究一下先，即係我都嚟唔切。阿桑已經飛入去撞落嘅，呢個咧，我當時我覺得哎呀好 warm 咁樣好似，咁但係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咁阿偉霆咧。偉霆在我跳落樓，即係跳落嗰個隧道口嗰度咧，嘉輝哥你得唔得啊？我話你係咪自己跳啊？佢係啊咁喎，咁我睇下你自己跳咗睇下點先啦咁。咁你知佢又即係又年輕又敏捷啦，咁同埋佢個人長啊嘛，咁你個人長，你跌落去個距離咪短啲咯係嘛？係。咁佢就噼哩啪啦咁跳落去喎。咁跟住林超咪喂，咁到你咯喎，咁樣你跳唔跳啊？我話好啊。咁我都係成功咁跳咗嘅，即係好完美咁跳咗落去，即係一跳咗落去，一個轉身咁望住鏡頭咯，賣告白咁啦。咁點知我話得唔得啊？佢得，不過可唔可以嚟多個？你問我可唔可以，即係挑戰我啊嘛，係嘛？我可以啊，點解唔可以啊？咁咪可以咯。一可以咧，第二個咧就有啲步驟自己就漏咗啊！咁結果係一跳就跳咗落嚟，咁就咬親咯。即係嗰剎那就係咁樣。但咬親會唔會都影，可能影響到之後一啲戲咁樣，使唔使休息翻一陣咁樣？即係佢哋會預翻啲唔好喐動咁大嘅戲俾我做咯，因為始終都係傷咗咁樣。後尾阿林道。在剛才講的馬來西亞的山洞裏面他自己他也是很拿著部機器周圍拍的嘛，那終於他自己扭親了他說哎呀還回給你了會不會真的拍完今次真的要休息幾年才再拍不是那我
拍完嗰部我都拍咗幾部噶啦，其實。即係冇下怕到。冇冇冇冇。但係同阿林浩再合作，最辛苦咧，或者下次。最唔最辛苦你都唔知道喎，永遠你對住佢都。啊！但係今次我覺得林導啊、William 啊、我啊，我覺得呢個組合都幾新鮮啊！即係即係睇見啊 William 咁認真咧，咁想即係做好呢個角色，咁都係一個無形中喺個氣氛裏邊咧都係好啲嘅。即係你譬如你話，如果你火拍住一啲即係因為佢好點講，好有熱誠咁樣去埋位啊！每一次都咁即係係啊！嗰團火咧就即係令到大家都即係嗰個氣氛搞到我都好似見到佢唔敢怠慢咁樣，都慶幸啊！因為佢每次嚟都打死人咁樣，我一見到哎死啦！唉，咁我又都要認真啲先得咁樣。佢都係啊，其實都佢都係，其實互相影響啊。即係好坦白講，我喺呢套戲嗰度唔係話我好想搏。你睇到隔離嗰啲咧，即係喺天橋嗰度搭落嚟，又屈親只腳，但係轉個頭佢喺拍緊戲嘅，即係唔係只腳都扭得好嚴重啊，嘉輝哥。跟住入停車場繼續跑。咁我成世人就係衰，唔好意思啫，唔識拒絕人啫。唔係，我哋咪冇得怠慢咯，呢啲後輩。剛才講阿 Lando 在馬來西亞的洞那裡，我們每一次進去拍是要走200多級樓梯，進去洞那裡拍很恐怖，那你要去洗手間又走回200級樓梯出來。阿 Lando 喜歡自己駕機，他那一條扭親的腳，那時你在那裡，我在拍我那場戲，他駕著機拍完，他想給我看個 playback， 拿台部機，但那裡很多岩石，一級級全部水流來的線道，啪一聲，又是整單咁嘅嘢。但你知唔知佢轉頭做乜嘢？劇組即刻揾醫療隊啊入嚟，哇！抬佢出山窿睇一睇啦，整一整再算啦。就切咗只腳啦。有冇？佢就係話：偉霆啊，行過去嗰邊，我話做乜嘢？佢叫人扶佢啊，佢繼續攞住部機嚟拍，拍到夜晚黑我同阿嘉輝哥等佢食飯，佢都未食飯，11:00-12:00，拍完戲翻嚟食埋餐飯，至去照個只腳個骨。咁你遇到呢啲前輩你冇嘅喎，你唔集中，你冇嗰團火，你俾人鬧嘅咯喎，所以唔係就係我嘅，你哋本身就係咁貧，冇辦法。唔係我就係衰，成日唔識拒絕人啦，由細到大。係咁，同埋我都想問一下啦，即係除咗一啲好硬朗嘅一啲動作戲之外啦，除咗啲好硬朗嘅動作戲之外啦，喺預告度都見到你哋好似有啲都有少少甜嘅戲喎，即係喺個擂台前面吹蠟燭嗰啲咁樣樣咧，即興嘢，係咪啊？你哋兩個之間係咪都有啲甜嘢喺度啊？劇本就冇嘅，但係其實林超賢本身即係含陰性嗰個取向咧，我拍過幾次我都發覺有少少噶啦，即係但係佢又有陣時喺呢啲咁嘅位置無端端攝啲咁嘅嘢咧。即係令到嗰陣時有突然間有啲非必要存在嘅氣氛就 jam 咗入去啊咁樣。即係譬如喺戲裏邊，我都即係講過就話，我個角色本身就同個老婆離異咗嘅，咁個仔又好疏離嘅同我，即係自己好一個好孤獨嘅男人咁。但係當我即係喺要拍攝嘅途中咧。咁我就慢慢去創作一啲我同阿 William 嘅關係嗰個感覺係咩啦？咁慢慢我又揾到咗佢嘅位咧，佢嘅位咪就係我自己嘅缺失嘅，即係角色裏邊嘅缺失嘅，冇個仔唔理我，又冇家庭温暖，即係啱遇上佢又好似係一個亦師亦友，又好似投放到一種情感，好似佢嘅仔咁，即係佢係我嘅仔咁樣，即係嗰種感受啦。咁所以有場戲就係阿林導就問佢開始有出現阿 William 喺戲裏邊開始出現問題啦，即係一啲誠信上嘅問題，呃咗我，咁我揀信唔信佢啊？咁樣，咁佢嘅想法就係我唔信佢嘅咁樣，但後屘我就同阿導演講，我信佢嘅，因為我真係信佢咯，即係我同佢嗰個查案的過程裏面，其實大家已經
有一份建立了他信心在那裡。我選擇信他的這樣，信他真的勸他想做回其他的事情，但是即是又有時候大家在現場又會除了剛才說的他送花送蛋糕是林道又是要搞的那些事，那我也是有時候又剛剛好我投放了那份關係在這裡，那那場戲又即是又出來又都挺有趣的樣咯，即是他又送花又送蛋糕，你都沒有家人的了，又沒有人跟你慶祝，全靠我就有什麼樣，那我又問他你是不是在那方面有些興趣的，他說是啊你不知道的嗎，我說哦，但是不是我真的怕被你撻著了這樣即是剛又即是又 jam 到一些即是劇本以外或者我們在演緊拍緊途中所想到的東西。